那现在头发剪到多短？回长头发。太好了，我喜欢长头发的，而且戴眼。我觉得他剪短好了。不准！我觉得他别戴眼镜。不准！我觉得他别戴眼镜好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剪短，所以要留到屁股那边。我叫他剃掉好了。不要不要，哎、欸，小白，小白叫你剃光头哎、欸。我是为了你好。屁，最好。如果等一下，等一下葡萄的喷射按到的话嘛，小白跟我交往，不可能。我会按到吗？我会按到吗？不会。我会按到，按到的话小白就跟我交往。不会。刚硬啊，没按到。啊、哦，烦哎、欸，一直没按到、哦。人品问题呀、啊。哇哟！哎，我第一名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这我刚刚出去，我直接按回溯。让葡萄第一名吧！我现在要展开对你的施压。不要！我们不是朋友吗？是损友。嗨，葡萄！不要！干！干！给我回来，这混蛋！我不要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下去了？干！干鸡巴！回来，小飞！不要！小飞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不要，我回去有什么好处？回来！不要！拜托，小飞，小飞，你最漂亮，回来！不要！我现在好像个变态啊！小飞，我爱你。标准。小飞，我爱你，赶快回来。怪叔叔，标准怪叔叔，不要这样。小飞，我爱你，赶快回来好不好？不要。小飞，快干！干嘛这样？你干嘛这样？哎、欸，你没有看到我刚才给你洗屏吗？洗屏？啊、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洗屏？没事，没事。你刚才干了什么事情？我没有，我刚才跟你一块洗屏啊。啊、哦，我刚才到了那边。十七封。干嘛？十七封。干嘛呀？好，我按到，我按到喷射，你要跟我交往，跟你又没按到，不要，走开！你们这群危险驾驶，你也危险驾驶好不好？哦，干，他们怎么冲那么快？干！走开！技巧问题。闭嘴！哦，好热哦！你少了一个敌人。什么敌人？最后一个断网了，你少了一个敌人。哎、欸，又回来了。我来个宝贝。还远的了你，没有，我前面是个正妹，你知道吗？我追过那正妹啊，你知道我刚才说的宝贝是那
我前面那个正妹。一样远的了你。啊！没有，我说第四名啊！啊，刚刚说刚没看到。我刚刚没看到。你干了什么事？没事。我说我那个就是那个冰封痕啊，然后他还蛮漂亮的，然后我说刚说的是他。嗯。干，你们怎么那么快啊？击败啊！不是，因为我一直后面一直被人追着。啊。后面一直被刚刚那个画面好奇葩。怎么回事？看过去，瞬间三台机就飞过来。哦，猴哥，你看冰封痕疤，哇，这枚照片我带一下。我要加一下好友，每个都要加一下是吗？有这枚当然加，对不对？今天帅哥跟丑男，你会想加哪个好友？都没有吧。那今天一个宠男跟葡萄你会加哪个好友？二选一，一定要选一个。丑，干老师。如果我等一下嘛，就是我等一下喷射暗道的话嘛，小白就要留长头发留到屁股。你是想要叫我对不对？啊，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想要叫我？刚瞬间听到了。啊！你说什么东西？叫你然后怎样？你刚刚是不是想把小白叫成我的名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差点叫错了，干我又没喷到，干怎么那么难喷啊？这人品问题，靠北哦！乖啊，宝贝。不要那么快嘛，就谁了你？海哥，我在后面。我知道啊。不要那么快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嗨，不要。刚太贴，差点撞墙。小飞。过来啊，小飞！等一下，我忘记玩那个小飞。嗯，过来嘛，不要害羞，不要害羞。这不是害羞，这是在躲避。恐惧，这是个恐惧。这是恐惧，这不是害羞。所以有时候男生追女生嘛，女生不是害羞，她是恐惧，是恐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人比我快？哎、欸，他在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还在第二圈哦。我想说那个人是谁、欸？原来他在第二圈。小飞，慢一点啊！不要。慢一点嘛，小飞！不要，小飞，慢一点。拜拜！干，你干嘛这样子？我不好啊！不好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刚刚好像有人气哦。我哎、欸，找到加他好友。你每一个人都要加。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人气，想要加他好友的。哎、欸，匹配超时为什么？没人可以跟你玩。干，你就不是人。如果等一下我喷射暗道的话，小白以后不准再看动漫了。不可能。我会暗道。不会。我会暗道。不会。为了让小白不要再看动漫，我一定要暗道他。百分之百不会。干你你啊！为什么？没道理啊。那只柴犬，就是那只柴犬。考阿龙，呜、哦、呜、哦哦，呜、哦、呼！干，你怎么那么快？你玩的时间不要太久。哎、欸，我给，哎，干你啊！我延迟，妈的！
脚本。嗯，没事。啊，干！我跳到我歪到旁边去。干！啊，完了！救命！小飞，等我。不要。小飞，等我啊！我落后了啦。我直接感到害怕。干嘛害怕、啊？说遇到葡萄就是要先害怕。等一下，有个平头男在我前面。不要跟我抢小飞，小飞是我的，靠飞！我可不可以先跳给？怕爆！好像一个怪叔叔在追，好像在骚扰一个国中生一样。哦，这怪叔叔。干我还没啊，鸡拍啊！干！干，你是故意的，鸡！算好了。可恶！我被个平头男一直追，好不好？他爱你吗？我实在很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干嘛这样？等我一下会死哦！